这个以直报怨哈、啊，孔子说以直报怨呢，这个直啊，不是以牙还牙的意思啊。当然，这个直心啊，得看什么人是吧？要小人以直报怨，那就麻烦，他就是用他的小人的心来报，那叫也是以直报怨。那君子呢，以直报怨呢？君子呢，你君子他的心是好心呢，所以他直心呢，他的直心呢，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啊，真心的去对待这件事情。啊，其实呢，以直报怨呢，包含了以德报怨，啊，德在其中，啊，我是这么理解的哈、啊。君子必须有德呀、啊，没有德你怎么，啊，没德你不是君子嘛。啊，那直呢，就表示你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，啊，那当下的那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什么样，啊，它也不是说一个固定的，啊，这个。德报怨呢，有时候会让人误会。特别你看，有人呢、啊，你打他，他也打你。那君子有时候也干这种事，但是并不等于他是以怨报怨，以牙还牙。表面看上去是不是啊？你打他，他也打你，啊？你要你拿棍子打他，他都是一刀把你砍了，说不定。哎，这个君子也有干这种事的，但是并不等于他不是以德报怨。那表面看上去是以怨报怨了，是不是、啊？但是呢，他不是的，他是以直报怨，就是他的心里面可能是真的是爱护你的，他很可能就是把你超度了，啊，那也有可能啊，把你超度了，他是为了帮你，因为你这个人该死了，你活在世间就祸害人间嘛，你到时候下地狱的时间待得更长嘛，他完全是一种好心，这个一点假的没有，为什么说一点假的没有呢？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啊，判断呢、啊，是不是你祸害的人可能还不止一个，是千万的人，啊，他把你灭掉，灭了至少你不下地狱吧，啊，或者是你下地狱也是暂时下一下，很快就出来了，并且他还跟你结上一个杀缘，是善是恶咱先不定啊，那以后再遇到你也算有缘了，啊，就可能早点度化你，这不就以直报怨吗？是吧？那里面的道理就深了。这个直啊，你看这个里面很多很多学问呢、啊，不仅仅停留在德这个表面的德上，是吧？因为君子的心内心里面很丰富啊，他学到哪里，他就用什么样的行为来报答你。特别他现在是人天道，他就用人天道的想法来回报你，啊，你骂他，他可能就啊，他是人天道的人，他就不跟你计较。或者宽恕你啊，那小乘的这个修解脱道的人呢，他也以直报怨呢，他就不理你了啊，给你回向一下啊。那菩萨就不一定了，是吧？菩萨就可能把你给揍一顿啊，甚至把你给宰了啊。那就菩萨不一样了，是吧？菩萨负责任呢、啊，为你负责任才给这么干，这不一样的。所以菩萨敢于承担呢、啊，见义勇为呀、啊。一般的谁敢呢？一般的相信因果的人说：“哦，他害我，我不理他，我杀他，我不是有因果吗？我不是要下地狱了吗？是不是？”菩萨就不这么想，宁愿自己下地狱，也不让你下地狱。你看这菩萨这个多大的勇气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孔子说呀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是不是这样说的？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就你这个人不行啊，啊。看到有正义的事情袖手旁观呐、啊，或者是躲起来啊，人现在中国人就这样的啊，见义不为呀、啊，见义不为的话，那个当年那个八国联军那才几个人嘛，是吧？我们中国人一个人吐口唾沫都把他淹死了，那还被人家打到北京来把圆明园都烧了，为什么？中国人都袖手旁观呐、啊，事不关我呀、啊，是吧？那关我什么事？没有那种概念，是吧？所以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大国老是受人家欺负也是有原因的。大汉民族这么大汉民族啊，满族人才几个人嘛，被人家统治啊，还能够统治几百年，是吧？啊，里面这是有原因的。我们中国人就是劣根性啊，这种劣根性，没有团结精神啊，见义不勇为。自古以来就见义不勇为的人多，所以说中国一看那个看大家都喜欢看那个哈、那个像鲁智深这样的人啊、那是见义勇为的人
啊，你看那个这个《水浒》里面呢，见义勇为的人并不多，啊，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习性。你看，你像包括武松啊，武松他也不是见义勇为啊，他是老哥被人家害了，他得报仇啊，他是报仇雪恨的，他不是见义勇为，这不是见义勇为啊，报仇雪恨。见义勇为，就这个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，但是他觉得是正义的事情，他就得应该站出来说正义的话，或者做正义的事情。啊，鲁智深的英雄啊，那了不起，所以不容易啊，修行呢，里面很深呢、啊。